气质都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目前呢，小提琴社今天来到现场有七位同学为大家有做多首的演出。那也以这个比较耳熟能详的曲目，希望所有的现场的朋友在这个夏天的晚上感受到我们小提琴的魅力。好的，同桌彩俊的请帮我们走进来。西屯区公所的这一次西屯夏音同乐夜的部分，刚刚我们也欣赏了有关于日本舞蹈还有武术队以及吉他社，现在来到我们小提琴社的部分。首先呢，为大家来进行的第一首表演的曲目，应该1到99岁都有听过吧？跟今天晚上，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是有点像。所以要自我介绍一下，对不对？男生摇头，女生点头，听女生的。好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至善国中小提琴社，我是韩如。第一首要带来的曲目是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Thank you.
们是不是各先帮我抽一张？我们总共15张，总共先抽一张，然后我们总共有15张。好，美丽女，美丽女，来先，美丽女科长，我总共15张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总共继续听。好。